他勾引我堂妹田慧，他俩还差着辈儿呢。你把嘴给我放干净点，我们是谈恋爱，那叫取悦噻。还取悦？我说什么去了？这么说，有这事儿了？有。是真的？酒鬼家赖子，我告诉你，你要想在门米西待下去，必须跟马长顺一刀两断。